一样那个盆子吗？来，这张榆树哈，先画画嘛。来，1800起标啊，1800起标啊，一刀一样100哦。盆底加树高48公分，左右束缚来48，好。来头部哈，头部哦，来头部3公分，啊、哦，头部3公分啊，这个跟那个小颗裸根的榆树一样，哈、哦，这个只是大颗的，哈、哦，红鸡柳啊，一种茶金丁哦，来盆宽29公分，哈、哦。盆宽29公分，我先留啊，甲恁捡捡的啦。哦，这个一样，跟那个裸根的榆树一样哈、哦，只是这个是大颗的。哦，啊，这种树啊，好顾啦。我甲你讲，大致上拢是水分，吼、哦，你只要水分有甲保持掉的，有咧甲压水，吼、哦，拢无问题啦。来，热菜。
来金豆柑嘛，这嘛果蔬类啊，啊，金豆柑超转折的金豆柑啊，这够人介意的。哦，这大嘛班，哼，这个大嘛班，哦，来，高度哈36公分啊，左右束缚来17，来头部1.5啊，盆宽14啊，张大，要吃会杀你，但是小心。无吧无吧，你要吃会使，哦，但是要洗哦，你爱先洗洗，果实红再吃啊，你要试看吗？会使，哦，果树类我这是还阁有啦，哦，但是迄丛大丛的你唔知有介意无？要画看吗？无，哼，啊，黑嘛会吃的，那个营养。度哈、哦、比那个柠檬还高啊！哦，我紧，迄等下才画。来，这边有人介意的无？这标有没有人喜欢？来，2000起标，一刀。